掌声又响起，一看走火哥就知道不对路，掌声响起啊，对吗？一看就知道不对路咯，对不对？大家晚上好，你们吃饱了没有？有吃饱饱了吗？等一下先关声音先。关声音怎样关呢？哦，明白。关声音是，等一下我关声音先。OK， 关声音了。OK， 对吗？有吃饱饱了吗？你们要吃饱饱先啊，来看这个今天的。今天是什么要讲出的东西，就是其实我很想讲的东西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哎，人数不够我就不要讲了，对吗？对吗？虽然我讲我做生意，做生意是做生意吗？是吗？走佛哥，走佛哥是我的口头号吗？对不对啊？肯定讲走佛咯，走佛哥，走佛是我的口头号嘛，对不对？我准备爆米花生了，准备了吗？准备了嘞。OK， 这样我先，我请问我可以抽烟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抽烟吗？可以吗？今天最后一天，在这个直播不要抽烟了。今天一次啊，可以吗？可以按爱心的，我可以抽烟按爱心 ，OK， 可以啊，你讲可以的啊，还没吃啊，可以啊，今天抽烟最后一支 ，OK， 最后一次，直播里完全黄先生没有抽烟，可以啊，很多人讲可以啊，对吗？要分享啊，首先啊。首先要分享去那里，分享去啊，沙利 Coco 的群里群啊，沙利 Coco， 沙利 Coco 的群，记得要分享去沙利 Coco 的群啊，帮忙一下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帮忙一下，分享去沙利 Coco 的群，开播了啊，对啊，有分享了吗？分享去沙尼哥哥的群啊，第一个沙尼哥哥首先 ，OK 啊，可以吗？犀利吗？对不对？很够力咯，够力吗？不够力再分享，不够力啦，要够力，一次今晚上的够力，OK。啊，今天晚上一次够力的，对吧？很多人呢、啊，我要像三个人，啊，首先我不要讲谁，OK， 第一个沙尼哥哥，沙尼哥哥先啊，分享其他的群，我有一些话想对他说，老王啊，我已经思考了。很久了，对吗？我想开了，已经让我想通了。这个网络啊，在这个网络让我想通了很多很多，对吗？尤其是去了那个槟城的时候啊，去了槟城的时候啊，想了很多东西，让我看到很多东西啊，是啊。有分享了吗？去三那个过的群。要分享，去上那个过去呢 ？OK， 慢慢说，我一定慢慢说了。今天的故事最少一个小时半啊！直播完了，冲个凉了。有卡没？没有卡啦，这边网络很好。沙弟哪里得罪你啊？没有啊，我叫你们帮忙分享去沙弟哥哥的群罢了，没有东西啊，对吗？分享去沙弟哥哥的群没有东西。对不对？分享了啦 ，OK。
你们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啊，吃饱一点，对吗？要吃饱饱啊，没有吃饱饱，不要看，要吃饱饱，坐下来慢慢听我讲啊，慢慢的听我讲，我慢慢的解释 ，OK 啊，你们网友很喜欢听东西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喜欢听这种咯啊，对吗？走佛咯，你们网友最喜欢走佛的了，对吗？你看，对吗？你们网友很喜欢走佛的，一写走佛罢了，你看，嗯，他是你救命恩人，对啦，这个后面讲 ，OK， 后面讲啊，梳一个头，收美美先嘛，走佛，对吗？叫多点人来先，对不对？快快，嗯，都不要走 ，OK， 嗯，不要这样对我啦，没钱吃翔哥，没钱吃没有这样子讲啦，对不对？翔哥辛苦你了 ，Ken 谁啊？这个 Kenny 啊，啊 Kenny 你好，恭喜发财 ，OK， 没有啦，其实今天是走佛啦，因为我写走佛嘛，你们肯定知道很大件事情了，对不对？对吗？讲走佛就知道很大件事情咯，对吧？对吗？不对，没有。其实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一路以来在这个网络想讲的东西啊，我要讲出来，没有啊，收在我的心里啊，很难受，很难受，懂吗？很难受，收在我心里很难受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在这个网络要利用人，利用到人啊，这样子不好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华人，互相利用做什么？利用都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路过的会留言的就留言，不会留言不要留言。OK， 恭喜发财。没有，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一路以来在这个网络，从我到多哈的时候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在多哈的时候啊。我回来，为什么会回来呢？为什么会回来？回来就是因为我很讲义气的人呢、啊，我很讲义气的人，真的，嗯，我黄子祥的人很讲义气的，嗯，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网络，当被人家攻击到很厉害的时候，我看不过瘾啊，我不管是对还是错啊，我就去这样子乱。骂了三立哥哥咯，对吧？骂了三立哥哥，又没有工作了，又走回来马来西亚，走回来了马来西亚，又被人家利用这个利用到这个那个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其实是这样东西，对吗？其实我要今天开个直播叫你分享去三立哥哥行，我要向三立哥哥道歉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我要向他道歉？因为他救我出来，对吗？救我出来是好的，对吗？是帮了我，他是我的恩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救了我，为什么我又要在这个网络骂回三立哥哥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身边有一些人影响到我，影响到我走火哥，明白吗？影响到我走佛哥，对不对？所以身边的人呢、啊、很重要的，谁都不要掺，明白吗？啊，你说 Coco 有什么？这个是我不要讲了 ，OK？ 今天我要开直播的是我真心 ，OK？ 真心真意道歉的 ，OK？ 向三立哥哥道歉，对吗 ？OK？ 希望你有看到了三立哥哥啊。你也明白我的情况了，我的人怎样你也很了解，而且你也是一个过来人，对吗？嗯，当时候你救我应该很感谢很感恩你，对不对？我前面感恩你，后面骂你，这个是我不对，三立哥，对吗？为什么我会骂你？就是因为有一些身边的人影响到我，对吗？影响到我，所以我认为我思考了很清楚，真的，我是真心真意向你道歉，三立哥，对不起，你救了我，
是你对我错，我对你不起，因为你救了我应该要很感谢你，对吗？后面你前面救了我，后面这样子骂回你是不对，这个是我不对，OK？啊，我跟你道歉，今天沙利哥，希望你原谅我啦，OK？啊，我也希望今天的网络啊，我全部啊讲完出来啊，你们要评论什么，要评论什么都好，由你们喜欢，OK？明白吗？啊，明白。今天我想说的是，出卖我的感受，我的感想，对吗？我这样子啊，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弄到这个网络，OK，对不对？今天三立哥，谢谢你当初来救我，我很感谢你，OK。我今天跟向你道歉，是真心真意的向你三立哥哥道歉，哦，没有什么恶魔的，我黄子祥也没有什么恶魔，OK，也没有什么这边向你道歉，然后后面这样的不是，今天我是真心真意来向你道歉，三立哥。我以前做错什么，在网络的骂你什么都好，对不对啊？今天你救了我那时候，OK，我很感恩你，是吗？我很感恩你。不要，当初我讲，哎，我还有3天还出来啦，那些话是不应该想的。为什么不应该想？那时候我还没有清醒呢，啊，那时候我还有吃摇头烟，那时候。我还有次摇头烟，还没有清醒，懂吗？还不清醒，所以，当我来了这个 KL，OK，我什么都没动，让我静下来思考，喝酒思考啊，睡觉，整个头脑很清醒的，懂吗？今天我讲出来的是我的感受，OK。三立哥，之前你来救我，我很感谢你，很感恩你哦。然后我后面再讲你的，还有3天什么那些是我讲错话，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清醒，吃了摇头烟。OK，请你原谅。OK，今天我真心诚意向你道歉，三立哥。OK，三立哥，对不起啊，请你原谅我。这个是我先向第一个三立哥哥，三立哥啊，先向三立哥道歉。OK。第二个，是谁？第二个啊，第二个那时候我来到这个巴米伦啊，就是来到这个 KL 巴米伦，不是讲话重复又重复，因为很重要，很重要的东西要重复再重复，对吗？要重复再重复，做什么都好，为什么以前你妈妈一路讲一路讲？因为很重要的东西。你妈妈肯定跟你讲3、4次、3、5次、6次、7次、8次、9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事实，你讲没有是假的，对吗？我一路重复、重复、重复，因为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就一路重复，明白吗？就一路重复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那时候我一路每天去摇头啊，去槟城啊，摇头摇什么？是我有吃药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承认我吃药，对吗？每一个人呐、啊、都有走过错的路啦，对吗？每一个人呐、啊、都有走过错的路，你走过错的路啊，当你会回头啊，还没有迟的，回头是岸，这个就是叫还没有迟啊，还没有迟的，不会迟这个东西不会迟，对吗？第二个我要向。黄立宏，黄立宏律师，今天我来是不是骂你啊？黄立宏律师，我是向你道歉，对吗？沙利哥道歉了啊，谢谢你的原谅啊，请你有看到我跟你道歉，OK？第二个黄立宏，我要讲的黄立宏是在巴米伦那时候的情况呢，以前我看到黄立宏很好了。黄立宏，以前我去到马六甲，黄立宏一路带我去吃东西的。哎，小江，黄立宏吃东西很够力的哦，他带我去马六甲啊吃这个啊黄酒鸡啊什么什么啊，然后吃了黄酒鸡，他就带我去吃 KFC
啊，吃了 KFC 又带我去喝那个什么大坝，吃到很饱。我在马六甲每次下去我都会找黄丽红的，是这段期 没有找他了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很久没有见他，我又发生问题又进去监牢了，对不对？发生事情过后那天去把命人遇到他，我就跟他打招呼啦，对吧？跟黄丽红打招呼，过后 我就给他看一看啊，喂，然后他就讲，哎，你的直播这样少人了啊，然后我应该是那时候也不清醒啦，也是有吃了药啦，然后一下脾气很臭咯，我就在那个直播这样子骂他，又这样子骂了黄丽红，又得罪了人家，这个不对的，我们不对的就承认男人嘛，男人是男人的，是男人敢出来道歉，没有害羞的，对吗？我想做回我自己，我想做回我自己罢了，对吗？我想做回我自己。我今天向黄丽红道歉，黄丽红，今天我向你道歉，黄丽红律师啊，请问黄丽红律师啊，你们分享去给他啊，让他知道我黄小翔向他道歉。那时候在把米认我在那个直播这样子骂了他，不对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小翔，你是幸福的，慢慢思考，慢慢说，加油！我已经冷静了，想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我冷静想了很久，这样骂来骂去没有意思，而且又得罪很多人，对吗？哎，道歉就算了，对吗？对吗？道歉就大家都会原谅你啦，对吗 ？OK， 那时候啊，就再重复多一次了，因为很重要嘛，哦。那时候就在把米伦，我跟黄丽红 say hand， 我就拿个直播向他，然后他讲我直播很少人，刚好我又一下子在这个直播无端端的走火了，对吗？走火了，然后我就一路骂他，骂黄丽红，然后第一天我骂了他没有事情，过后我在槟城开直播，又在骂黄丽红多一次，又第二次的错，为什么第二次会错呢？又骂黄丽红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身边又有某一些人又影响到我，我就走去骂黄丽红了，对吗？有某一些人在我旁边叭叭叭叭叭叭又影响到我了，然后我就开直播又在骂黄丽红，我又思考了，诶，这样子的人呢，我记得好像不是对，很对的。我再想，黄丽红都没有得罪我什么，又没有杀我家里，又没有什么，对吗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去讨厌他呢？对吗？黄丽红是很好的，真的。我去马六甲找他，他真的是带我去吃很多东西啊，很多东西，真的带我去吃很多东西。黄丽红律师，我不喜欢讲谁。我不需要讲谁啊，今天我也不需要讲谁，我今天只是开个直播向沙利哥还有黄丽红道歉， OK， 黄丽红请你原谅我黄小翔，那时候在把迷恋啊的时候啊，我有开直播这样子讲了你呢，我知道你那时候应该有一点心不好啦，对吗？而且我也是有不对啦，那时候我你知道咯，我都有一点走火的，对吗？对不对啊？然后我又再第二次骂你，你又没有骂我，对不对？黄丽红，你只是做 video 搞笑，让那些网友啊娱乐嘛，对不对？不管网友攻击不攻击都好，可是看了你 video 是笑的，因为你 video 是笑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时候我骂你的什么的，黄丽红，请你不要放在心里哦。我黄小翔今天是真心真意出来跟你道歉，黄丽红律师 ，OK， 请你原谅我 ，OK， 不要放在心里啦。得空我有去马家，我们一起出来喝茶，对吧？我们还是朋友，大家都是朋友 ，OK， 也不要再让我身边的人再影响到我 ，OK， 黄丽红律师，请你原谅我啊。请你原谅我黄小翔 ，OK， 之前有骂过你什么的啊，请你原谅了 ，OK，
今天我跟你真心道歉的，还你律师。OK。再来，啊，记得发给黄立宏律师看。再来，第三个，你们想知道是谁吗？我想向第三位一个人道歉。第三位，我想向第三位一个，还有第三位一个人道歉。可以吗？江律师啊，啊，江律师，我前面向江律师道歉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你们还想听什么故事？还黄小强还有在，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谁？等下先，还有谁呀、啊？阿炳啊，对了啦，我要向阿炳哥道歉。现在是几点了啊？啊，请问阿炳哥有在吗？我想，因为那时候我又有开直播这样骂阿炳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啊，我这样子骂阿炳啊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骂阿炳呢？也是有身边某一些人影响到我，又让我想通了。对吗？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吉隆坡 KL 这个城市？请问阿炳有在吗？啊，你们可以帮我叫阿炳来一下吗？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过分啊！啊，如果是阿炳有在的话啊。请你说要说的，我要说的说了，对吗？我要说的说了，我为什么这样子去骂你们呢？对吗？我没有东西的。小翔啊，哇，什么事情？阿炳啊，阿炳是哪一个啊？阿炳是哪一个啊？谁影响我啊？重点，谁影响我？我不想讲，因为我已经讲了，我开直播是向所有得罪的人道歉，我又不想再讲谁的名字，明白吗？啊。因为如果我再讲，身边的人又得罪人了，这个不是道歉了，啊，这个是有恶谋了，对吗？我不是，你是阿炳，是阿炳吗？ confirm 是阿炳吗？加的位做朋友，他是阿炳啊，可是我要加他讲加呢？你加 David 可以找到他阿炳，我讲加他，我要讲加他，请问我要讲加他，请问我要讲加他，请问我要讲加到阿炳啊？阿炳啊，他上不到你直播。你们不是朋友加 ，OK， 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出去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加他，等一下先我看一下这边有吗？哦，有了，我邀请了，喂，卡机，董子 ，Hello。